金儿，哎呀，哎，这不能吃，不能吃，别吃啊，别吃。咱爷儿俩平安了。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啊！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啊！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静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吊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他们哭去了，让他们哭去。离过年还有三天了，户部十三卿李斯的郎中主事今天都派到这里来给京官们发过年的禄米了。大财如此小用，皆因为今天小财要派做大用。国库空虚如此，欠俸已拖了半年，每个官员却只能发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之失望愤怒可想而知。海主事，今天是给督察院、翰林院、国子监、通政使司这四个衙门签发钱米。这四个衙门教之六部，最是清贫，也最是难惹。赵贞吉赵大人吩咐了，只有您能当得起。就这些东西清了仓底了，每人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实话说，
哪一家这点东西都过不了这个年，更别说他们了。真不知道发给他们时会挨怎样的骂。哎，大人，请进来吧。大人们，请一个一个来。来，咱们讲。请问在哪个衙门供职？尊姓大名？郭子健，司业，李清源。烦请找一找。失敬，请稍后。请找出郭子健司业、李清源、李大人的名册。是。请签名吧。请给李四业李大人发禄米。是。请问都是些什么？一共有多少？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我的欠俸都20多两了，这才不到3两银子。我一家六口加上2个仆人，不要说过年，连还债都不够啊。是不是我们6品一级的就这些欠俸啊？不是的，今年2品的各部堂官都不发东西。你不要跟我们说各部堂官，那些堂官指着这些东西过年吗？他们有各省的年敬，有皇上的恩赏。怎么回事？一共到底发多少？每人2斗米、2升胡椒、10吊铜钱。啊！不要急！什么事儿了？咱们就是这句话，就是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赵大人呢？我要去禀报赵大人。赵大人正在写青词呢，你就是再大的事也不能这会儿去呀。赵大人要再不去，可就要闹到西院来了。不能进去。不要拦我。赵大人。你们两个进去吧。是。怎么回事？几百个官员在库里闹起来了。谁领的头？还能有谁？李清源呗。海瑞呢？几百个人，海大人他一个人。知道了，你先去吧。是。石相，户部那边闹欠俸了，学生先去看看。你立刻去，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闹出事来。我这就去。这青瓷，我帮你斟酌，赶紧去吧。学生明白。苏青，写完了吗？写完了。你也去吧。赵孟静威望不够，你去了才能平息众怨。我也不知道如何平息众怨。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嘛。只有架起锅子煮白米，没有架起锅子煮道理呀。过了年，给大家再补发欠俸。哎，既然阁老许了愿，那就给个具体的时限吧。明年二月。明年二月，我想办法给大家补发今年的欠俸。好，我去一趟。不讲王法，也不讲天理吗？你们知道被打的人是谁吗？啊，王御史，你家境好，你过得了年，我们可没活路，管他是谁啊！户部这么黑，是谁都一样，不让我们活，谁也别想活。打，打到赵振军出来为止。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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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你们谁敢？打！你们过不了年，可以来讨欠俸。他过不了年，连欠俸都没得讨，知道吗？你们可以领三袋钱米过年，他连半袋钱米都领不了，你们知道吗？六个月的俸禄被赵振基全给罚了，你们还要打他，你们还有没有天良啊？诸位大人，这位就是在六笔居提子被罚了俸的海主事，闹事也不该找他呀。也是，闹事也得找对了人呐。不知道是还比价，海主事冒犯了。其实我们在这闹事，也不是因为家里过不了年。诸位，严氏父子掌控朝政二十年，上下其手，贪墨不算。五月，抄了他们一些人的家，折成白银有千万两之巨。北边抗击鞑靼，南边抗击倭寇。没有军饷，那么多灾民流民无钱安抚。徐阶、李春芳、高拱、赵贞吉这些内阁阁员在干什么？六部九卿的堂官都在干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了个人不能过年而闹事，这个官不当也罢，要争就为我大明朝的国事争，为天下的百姓争。欠俸我们不争了，过不了年也死不了人。找内阁去问问他们，还管不管大明的社稷，还管不管天下苍生。李大人说的对，国将不国何以家为。是啊，找内阁跟他们论理，找他们去。对，找他们去。哎，我说两句，光找他们也没用，大家先去写奏书，写完奏书一起上书参他们。对，参他们，参他们，上书。张方兄，我是督察院林御史，大家都上书了，我也得去。你上不上书？我不去，你也不要去。没有用的。这可不像你海刚峰说的话呀。这才是我海瑞该说的话。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数千里内几无净土，根源不在内阁。病入膏肓，治标没用，除非治本。正如李先生所言，医国如同医人，要么不医，要医就要医本。大明朝的病根在哪里？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只是无人敢去触及而已。
像他们这样上书，我不会去做的。要做，我就从病根下手。慎言，刚峰兄啊，太夫人还在，嫂夫人又有身孕，皮龙林的事，你现在万万想都不能想。哎，这也正是我的顾忌所在。先过了这个年再说吧。对了，这才是正经嘛。好了，我也不急着上书了，咱们俩上街啊，办点年货，好歹让太夫人和嫂夫人过个年嘛。心领了，我有我家，你有你家，别总老想着接济我啊，我有办法过年。哎啊，什么办法？何叔的办法？嫂夫人还有身孕呢，总得给胎里的孩子补一补吧。啊，你我也不是外人啊，走。润莲，总有一天我的家人要拖累给你，现在你就不要管了。哎，不能谋万事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润莲，你一定要听我的，不要跟他们去上书。过了年，我跟你慢慢商量。恩公，你回府了。这么大的雪，你来干什么？大主有差事来不了，也不便来，让我给太夫人和嫂夫人送点年货。早就跟你们说过，叫你们不要再来看我，更不要给我家里送东西，为什么不听？平时我们想来也都没来，可这快过年了，您就让我们给太夫人尽点孝心吧。你们对太夫人的孝心我领了，快回家吧，东西我是不会要的。那让我见一下太夫人和嫂夫人吧。别见了，你家也要过年呢，回去吧。大柱的东西恩公不要，可这只鸡是我养的，这些蛋都是这只鸡下的，给嫂夫人补补胎身总可以吧。那就多谢了。天冷了，回家吧，啊，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办完了。啊，刚才啊，大柱他媳妇儿来了，硬是要送东西，我以为又是他呢。坐着，别起来。阿母，您坐。
这世上只有我的阿母最能干了。儿子早上走的时候还认为这匹布到下午才能织好，没想到这么快就织出来了。不说别的，要说织布啊，还是我们海南人行，黄道婆也是在我们海南学了，才在内地各省传开的。嗯，汝贤啊，厨房里有些粥，还有几个窝头，你吃了，换了这身官服，拿这匹布到前门外卖了，我们的年货也就有了。哎，我去吧。不叫你起来，怎么又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呢，李太医不也说了吗？应该要多走走。阿嬷，您不用太担心了，再说厨房也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母亲，让他走动走动吧。客官，客官，您这布要卖啊？啊，对。掌柜的，您看能给多少钱？您这布啊，织的还挺平整。客官要是早半个月来，这价钱便好商量一些。这时候来可卖不上价。这是为何？早半个月买布做衣裳的人多，现在大过年的，谁还买布啊？剩下的布只有年后才买。你给个价吧。我看客官啊也不像是做生意的，我也绝不会坑你。要是半个月前我给你15吊钱，现如今呢我最多给你12吊钱。掌柜的，织这匹布光买棉花就10吊钱，12吊钱太少了。13吊，不能再多了。不卖。14吊，不能再高了。少于15吊，我不会卖的。哎，少于15吊，我真的不会卖。回来！我给你15吊钱。哎，卖鞋喽！卖鞋喽！卖鞋喽！面好里好，针脚好，穿上以后腿暖脚暖身子暖。卖鞋喽！卖鞋喽！客官，您买鞋啊？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啊，多大了？我这儿有各式各样的，大小都有。卖鞋喽，卖鞋喽！面好里好，针脚好，穿上以后腿暖脚暖身子暖。面好里好，针脚好。卖鞋喽，卖鞋喽！各式各样的鞋，大小都有。卖鞋喽。
部里有急差，请韩老爷马上赶过去。什么急差？是不是百官还在户部闹事？百官户部闹事儿都在其次了，是顺天府、大兴和宛平两个县拨的粥米不够，卧倒了好些百姓。听说还有白莲教的人趁机闹事儿，搞不好激起民变要造反了。大喜的日子，这个事儿还不能让皇上知道。内阁和部里的大人都急冒了烟了，他们商量着从通州的军粮库里先急调些粮米，赶快设粥棚，不能再饿死人了。司里说了，大兴一线就让海老爷您来管。我去。黄公公好。嗯。黄公公好。点完蜡烛之后都到殿外候着。是。奴婢黄锦伺候主子万岁爷来了。主子万岁爷圣体安否？圣体安。哦，都进了殿你还穿个斗篷干什么？啊，外边特别冷，我忘了换了。那你还不赶紧把它脱下来？知道了，陈公公，一会儿出大殿的时候，记着把斗篷披上，千万别着了凉。那我现在就穿，你现在就脱。什么话呀？说这么久。哦，回主子万岁爷，陈公公问奴婢几句话。问完了没有？快进去。奴婢来了。让主子久等了，奴婢来了。殿门关了吗？哦，奴婢这就去关。主子，伸手吧。哟，不行，好凉。奴婢呀，还得给主子加件夹衣。不用了，朕没有病，这是过关的征兆。过了这七七四十九天，朕便百病不侵了，明白吗？奴婢明白，奴婢指望着这49天当中，主子一定别断了服药，可千万不能服一日不服一日的。哎呀，跟李芳一样，落了啰嗦的。这药是奴婢在自己屋里熬好了，问一问主子就可以喝了。嗯，应该可以喝了。小心点儿。嗯，别把手烫了。奴婢皮糙肉厚的，烫不了。主子，您喝吧。
这就好，这主子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你再说，这没有病。你是聋子呀？不是奴婢一定要说主子有病，只是这49天过关的时候，那就得说有病。来，你说朕有病，朕就有病。今儿啊是第八天了，主子吃了前七剂药，已经大有起色了。再吃上6个7剂药，合也开了，燕儿也来了，主子的龙体呀、啊、就全好了。吕芳有书信来吗？回主子。没有。这个吕芳，他呀，他是把咱们全忘了。且不说他这辈子在南京，就是下辈子他转世投胎了，也忘不了主子。不像有些人身子在主子身边呢，可心里面根本没有主子。倒也是啊，朕自小啊黄考黄笔就龙驭上宾了。没有父母，没有兄弟，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你别说，要是有的话，吕芳就算一个。他走了，又把你留给了朕。他也算是对得起朕。哭什么？不怕旁人听见呀？奴婢有件事瞒了主子，今天主子就是打死了奴婢，奴婢也得说出来了。好吧，来，要说过来说来啊，来坐朕身边来。哎，咱就说奴婢的干爹吧，他对主子那才真叫做一片忠心。就说起奴婢给主子请的这些药吧，其实奴婢的干爹和玉王爷商量好了，叫李时珍李太医给主子开的。他临离开北京的时候还嘱咐奴婢，让奴婢撒个谎，说是找别的太医开的药。奴婢现在向主子把实话说了，主子怎么责怪奴婢都行，可千万不要处罚玉王爷还有奴婢的干爹。你呀，说出来了就没有罪了，凭你那点小心眼儿撒谎都不行。朕从吃第一剂药开始就知道是李时珍开的，看你那自作聪明的傻样儿，
朕就是不愿意点破你而已。主子是怎么知道的？叫李时珍给朕开药，是吕方离开以前求的朕。朕呢，准了他的奏，让他叫你去办。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还自己觉得心里挺明白。主子，奴婢是个笨人。笨人好，笨人靠得住，能跟朕贴心。主子这话，奴婢可不敢都认同。奴婢是笨，可奴婢的干爹还有玉王爷都不笨，都跟主子贴心，还有好些忠臣都不是笨人，可未必不跟主子贴心呢。就说那个李时珍吧，当年啊，他在太医院里当差，顶撞过主子，离了宫。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主子，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城来，就为了来给主子开药。他们要是不跟主子贴心，也做不到这些。你说的这些话，朕赞同。说到底呢，这个世上真能靠得住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笨人，一种是直人。笨人没有心眼儿，直人不会使心眼儿。对这两种人啊，朕啊就不计较，也不跟这两种人使心眼儿。比方你吧，又直又笨，朕就放心。还有些人呢，有时候朕是真烦他们，可也不会跟他们过不去。知道朕说的这种人是谁吗？李时珍算不算一个？算一个。还有户部那个海瑞。我看你也不像个笨人呢。奴婢再笨也笨不到那个份儿上。他顶撞了主子，主子也不跟他计较。奴婢所能想到的也就这两个人。李时珍这药好，主子，你干嘛去？你可不许拦着朕啊。主子要去哪儿啊？两座宫跟两座观后天就要竣工了，不许惊动别人。啊，你陪着朕去看看。外边好大的风雪，要是冒了风寒可了不得。穿厚点啊。去，从箱底里把朕当年用过的那个琵琶大肠找出来。这些个奴婢越来越懒了，路上的雪也不扫扫。得亏他们没扫啊，踏着雪可以去心火。你不懂的，走你的就是。这奴婢可就不懂了，那主子可得走好了。谁？干什么的？是我，来看看工程。嚷什么？把别墅看紧点就是了。
是，奴才明白。黄公公走好。看不出啊，你这么笨的人还有人怕你。主子这话可说错了，这不叫怕，这叫规矩。好大的规矩。若是看海阔天青，岂作是看海。